魔煞星耀显示了，四方。没错，我就是魔煞星，魔侯嫉妒。我第一次也不相信，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骗我？为什么？没想到你真的这么爱我，我说什么你都信，只要得到我想要的，骗你千次万次。 你只怕也会对我痴心不已，我还真的有些感动了。若玄机的心能让已枯萎千年的金色曼陀罗复生。 魔气再现，以吾之序，处汝以生，是以汝之身，尊吾之命，成吾之愿。汝等可还愿遵从，为我魔族效忠之誓约？我等遵从号令，誓死效忠。 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都是你。师兄，叶思凤想要夺走琉璃盏，我绝不能让他得逞。你终归是看错人了。师兄，师兄，玄机，我没有杀你师兄，你相信我。 直到你是妖的时候，我选择相信你；你闯少阳秘境，我也相信；我一次一次相信，可结果呢？我身边的亲人一个一个因为你受到伤害，你伤了红姑，杀了我师父，杀了我师兄，你还让我怎么相信你？后悔曾经一心相许，后悔和你在一起的一切。 不曾跟你有过一丝的牵绊，师父，师父，楚玄机，你始终是个没有心。 魔煞星星魂，不信你看啊！臭小娘要是毁了那个魔煞星星魂的话，她会跟着一块儿死的。号称说她是唯一可以毁掉星魂的人，不是因为她是战神，是因为她是……君天泽海，她曾经是魔煞星的一部分，你可以吸取她的力量对抗琉璃盏。 唐生，今日之事，无论如何都不要告诉他。
拜托了。从今以后，他只是楚玄机。没错，你不应该命丧于此。我送你去焚炉城诛人井，天启便不可再随意伤我。不可！是不是我从头到尾都错了？